来，你自己看吧。对对，我帮你拿着吧，我怕你把我电话给摔了。至于吗？觉得跟你没关系，最好跟你没关系。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你。你有什么资格提醒我？对，他是我男朋友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有家庭又怎么样？他之前告诉过我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我要的东西他能满足我，这就足够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为了喜欢我用这么卑劣的手段。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对，我不是好东西，但是我要说，你说够，你够个屁呀！你要的家庭他能给你吗？你觉得这个是爱？我还爱着我们家猫呢，但很有可能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给他铲屎的，我就是受不了你们这种自欺欺人的傻女人，自以为自己是都市女性新领袖。他给你买这个，他能给你买那个，他买得回来你的青春吗？你这是赔本买卖啊！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别等到你有一天过来哭着跟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。别说我没告诉你，我就两个字，给我滚蛋！我告诉你。我愿意。